好大部電視啊！哇哇！呢度簡直就五星級的家。小姐小姐，你冇事啊嘛？你把聲咁溫軟嘅。哦，你就是我今天要找的展翅青見超新星 Crystal。 是啊，我是 Crystal。 在我身邊的就是 Crystal， 你好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 Crystal， 我想請問你當初怎樣接觸到展翅青見計劃的呢？我當初就是高級文憑讀畢業啦，之後對前路都很迷茫的，之後就在展翅青見這個網站上看到有個在職培訓的計劃，之後就覺得很適合自己啦。一來呢自己比較內向啦，可以挑戰一下自己，就對一下人，之後就去了參加面試。我平時主要的職務呢都是解決一些顧客的問題啦，同埋咧會幫佢哋處理一些開場啊、閂場啊，同埋一些嘅會所收費的項目咁樣。至於會所助理呢一個職位裏面咧，俾到最深刻同埋最大的動力，你又係乜嘢呢？就是源自於我咧喺初初入嚟呢度會所做冇幾耐啦，咁就有一位女住户拖住兩隻狗仔，我就發現原來佢只狗仔咧係受傷嘅，咁佢拖住一隻大嘅狗啦，另外仲有一隻細嘅狗。會所主管的允許底下啦，咁就借咗架車俾佢哋，順利咁樣將佢哋安全咁陪佢哋翻到屋企。估唔到咧，最後呢位女住户咧竟然翻嚟會所度咧寫翻張感謝卡仔俾我。向我講多謝嘅，就是因為呢一份嘅動力，所以令到我繼續留在呢度做。你覺得你自己最大的進步又是乜嘢咧？咁我本身的人咧都比較內向啦，同怕醜嘅，但是嚟到呢度做嘢啦，再加上展翅青見提供的培訓之後咧，咁我就學識咗喺一些突發事件的底下咧，要去自己去想一些方法去解決一些臨時的問題。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啦，你最大的目標又是乜嘢咧？咁我當然希望可以越做越好啦。咁嚟緊就收到會所管理課程，咁喺呢兩三年入邊咧，就晉升做會所監督呢個職務。啱啱就聽完 Crystal 講啦，好啦，嚟緊我哋又同佢嘅僱主代表啊尤生傾下偈，睇下 Crystal 嘅進步又係乜嘢啊？咁其實我哋對展翅青見計劃咧嘅培訓好有信心啦，同埋嘅導師亦都會跟得好貼啦。其實就好欣賞佢嘅好積極同埋好主動啦。咁同埋就佢好有愛心啦 ，Crystal 加油啊！只要你朝住你自己的目標繼續奮鬥，我相信你一定成功嘅。聽完尤生講之後 ，Crystal 你真係好叻女喎！好啦，喺呢個時候我都俾一份法寶你啦。呢一件就係隱形雨衣，可以遮蓋你所有怯懦同埋怕醜噶，增加你嘅自信。而家俾你啦！哇，真係好靚啊！等我試下先。真系唔見咗嘅，一定急不及待追逐佢嘅夢想啦！